在这个认知的状态，没有一样事物可以在两个相续的时刻维持相同，每一件看到的事都在持续转变，所有的事物都脱离不了出生、变老和死亡，无一例外。你觉知到自己的生命不停地在变化，你环顾四周，看见一切事物都在流动，它一直在升起与落下，增强与减少，出生与消失。生命里的一切，从小到极微细，到大到太平洋，每一部分都在持续地变动。你觉察到这个时间就像一条流动的经验大河，你最钟爱的财物在流失，你的生命也是一样，但是没有理由要为这个无常感到悲伤啊！你的觉知啊，不会无常。你站在那里愣住了，瞧着这不停奔流的活动，你的反应是一种惊奇的喜悦。你已经开始超越轮回了，是吧？你看不到轮回了，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啊，你就没有我了，你看到的只是在无常变化的啊那些现象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超越轮回了，一切都在奔腾舞动，并充满了生命啊，哪里有轮回啊？啊，一切都是自信的有无。啊，这个时候呢，你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无常，还有你身体里的代谢乃至疾病痛苦，都是以喜悦代替悲伤，代替忧愁啊。啊，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有忧郁症，这是前世带来的业习啊，就是碰到一些事情就不自觉的掉到那个忧郁的陷阱里面去出不来啊，忧伤肺是吧？其实呢，我们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业习在涌动，然后导致这种疾病啊。所以有很多我们自己观察不到，哎，我们自己的意业啊在涌动啊。当然了，你还幸运，你还没有得大病，是因为你还没有这些业还没有变成身业和口业。如果像世间人那样子，那你就是更苦了。世间人那就都拼命地在造业呢，那些原来的业都躲着还显现不出来。有些世间人呢反而暂时不显现什么疾病，是因为他现在在造业，他正在做事情，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咱们世间人他要去做生意啊，或者去做演员啊，或者去做政客呀，或者去找科学家呀，他都要全力以赴。那在全力以赴的时候呢，那些过去的业习啊都没有时间翻出来啊，他在去竞争为了生存。那但是呢，到一定的时候呢，碰到障碍的时候，他的过去的业都会显出来，他就会出现自杀呀啊，忧郁啊，然后呢疾病啊，然后死亡啊，世间人就是这样，在这个业海中啊，像一个动物一样，随波逐流，然后不知不觉中死去啊。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哈，多少万亿年都过去了，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死啊。当下我们现在也有啊，还有一些执着的地方，不知道你执着什么，但是没关系，你这些执着的东西都是你过去是形成的强大的一种业习，你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你的觉知啊，然后呢尽量的让你的心呢保持觉知，不要掉到那个情绪里面去啊，不要随着那个业一起去舞动去造业啊，慢慢的清醒过来啊，看着这无常的一切变化，不要再造业是吧，不要再造业啊，过去的业你通过修行啊
通过这个智慧的关照啊，他还是去得快的。你的觉知力越强，消业就越快啊。你觉知力越差，意业造了一段时间，你才开始修啊。那么呢，这个业都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疾病啊，或者是痛苦。那你的觉知力越强，那么呢，这个业呢，就是刚起的就消，刚起就消。那么呢，这样呢就转得快啊。修行呢，不是说啊，一个人修的好像身体很好，然后呢红光满面就是修得好，我看不一定啊。这有可能是他的定力好，外道习气重，把定力修好了以后，他天天在那里枯坐打坐修禅定，他也可以不生病，一样可以修的啊，修的身体发光啊。然后修到色界天去了，色界天就是身体前是发光的光明中啊。然后呢，这个光明啊，冲到天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都跟色界天连到一块了，是吧？如果长期他入定入到色界天去，他的身体一样会很好啊。色界天的众生一活活一万劫，他在人间呢活的也很长。这个不代表你的修行有多好啊。有些大德还也一样会生很多的病，但是呢他把这业消了，他通过智慧来关照让这些业让它出来然后呢通过智慧的观修呢把这些业呢消掉了，这才是修行啊。你通过禅定把这些业压住了，一点都没有消掉啊，你一样可以显现的红光满面，还是长命百岁，我不说仙风道骨啊，道貌岸然啊。这个都不一定代表你有修行啊，所以说我们学修行的人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中国有道家啊，道教，所以呢很多看到那个修道的人就仙风道骨的样子，我们都以为神仙啊，你看到神仙都很羡慕啊，以为他是得道的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个神仙而已。神仙跟我们这个佛菩萨那是完全两码事了，是不是啊？神仙你们都知道了哈，他们活很长的，活一千多岁，活好几千岁的都有神仙啊。那些乌龟都是神仙转世的啊。对呀，神仙一般转世以后就变乌龟了啊。所以不要吃乌龟啊，吃了乌龟也比较大，因为神仙转世的。这些动物呢有灵气，为什么有灵啊？因为他们过去是就是修禅定的。这个都没有用啊，不是说不吃东西然后也是吧 也不会死那就代表有修行这个代表有修行吗？是吧，这都是误区啊。我们作为一个道人呢，过去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些外道的业习，所以看到这些东西都会羡慕都会升起那种好药心呢。不要执着这些东西哈，你看诸佛菩萨们不执着这个啊，面对生命的无常，以喜悦代替悲伤啊。你看佛菩萨们呢，他并不一定执着长寿，但是在特殊的时代他们也会修长寿法啊。特殊的时代打比方这个佛法要灭了，是吧，这个中间会出现一个动荡，他要是不修长寿法的话，佛法就续不上了，那他可能要修一下长寿法。那一般的佛菩萨都不执着这个啊，他活多久都无所谓，他活几十岁的活几十岁都无所谓，他转世过来很快就可以接着修行能活多久他就完全随缘啊。佛菩萨都是恒顺众生的啊，佛菩萨最大的特点就是恒顺众生就是你活多久他也活多久，对吧？你看佛陀就是活八十岁，他没有活个几百岁，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活八十岁这个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他并不是不可以多活，他也可以活个120岁啊，是吧，或者活个200岁啊，那很轻松很简单啊。他为什么活80岁呢？这是有意义的，这就叫恒顺众生，连寿命都恒顺众生。但也有些大德我修长寿法，那龙树菩萨活600多岁，是吧，莲花生大师活900多岁也有说活1800岁的，是吧，莲师好像活了1800岁，也没有什么，他们不执着这个生他们不会执着这个的。因为他们对这个无常
无我早就修完了，早就达到无我的境界了，他还会执着长寿吗？对吧？你想想看，一个无我的人他会执着寿命长短吗？这一期的寿命长短对他来说就像睡觉一样的，就是多睡会少睡会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佛法它是智慧，那么智慧呢，它当然了伴随着禅定，所以说如果定慧同时修的话呢，它当然也会有些附带的一些禅定的功夫因为禅定嘛，也会附带的产生一些特殊的这个作用，因为有禅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智慧有了智慧才能真正的消除八十田里面的各种业习这是唯一的方法。当你持续观察这些改变的时候呢，你了解到一切因缘是如何聚在一起的，也觉察到一切心理感觉与感情之间紧密的连接。你看见一个思维引发另一个，你看见破坏所引起的感情反应，以及感觉所引发更多的思维活动，思维感觉欲望，你看见一切都以一种微妙的因果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你看见欢乐的经验升起又落下，也看见他们从来都不持久。你看见痛苦不请自来，也看见自己急着想把它抛开。你看见自己失败，当你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它运作的时候，一切都在反复地发生你的觉知就像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运作一样你知道这都是过去的业因果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觉知，然后尽量的如理作意所以说有些习气也不需要如理作意，你只需要静静地看着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在正念当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再如理作意，这个业习性反应还会来，你只要保持看着它，慢慢的增强你的觉知力，这个业就消得快你要是觉知力弱，它的业就消得慢，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这是不紧不慢的保持你的轻松的没有压力也没有压力，没有紧张。从这个生活本身的实验中，一个内在以无懈可击的结论自己跳了出来。你看到你的生命标示着失望与挫折，并且清楚地看出缘起何处。这些反应来自于你没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又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患得患失以及对拥有的永远无法感到满足的习惯，不知足这些都不再只是理论性的概念，你已经亲眼看见他们，并且知道他们是真实的。你觉察自己的恐惧以及面对死亡时的不安，那是一种源自思维根部的深刻压力，那终身都是在不安当中，让生命变得很难受。你看见自己焦虑的摸索没有师父吗？恐惧地追求坚实与值得信赖的基础，值得信赖的那个基础就是可以依靠的东西坚实的基础，值得信赖的基础，就是我们恐惧地在追求可以依靠的东西。但是世界万物无常，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值得你依靠。你看见自己无止境地执着某些东西，任何在这些变动沙尘中可以抓得住的事物总是想抓住一个可靠的东西，然而呢，你觉知到什么也掌握不住，没有东西是不变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幻化的，你什么也抓不住，所以生命充满了不安。因为我们总想不变，我们希望不要变，但是呢，
没有东西是不变的。生命充满了不安与恐惧啊，我们内心深处是不安的啊，我们潜意识里面是知道的啊，一切都在变化。就像哪怕过去的那个帝王一样啊，他在登基的时候虽然他好像很高兴，其实呢他心里面内心深处马上就会有不安生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有一天会死去，或者有一天他的皇位可能会被别人夺取，所以说呢时刻都有不安。他既想抓住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同时呢又害怕失去啊，这一切众生都在患得患失中啊痛苦的挣扎啊，他感到不安啊，没有那种安详的时候。只有学佛能够破除了我执以后啊，哎，唯我了啊，这一切无常，一切是无常的，反而变成了一种快乐的源泉啊。那个时候你变得生命变得无穷的可能性，哎，一切都变得那么有意义，因为啊，就是因为它无常，世界变得如此奇妙啊，生命变得这么奇妙啊，因为它可以不断的有新的变化，有无出新的这个生命的形态出来啊，永远也不会断灭啊，因为我没有我啊。虽然色蕴会死亡，但是呢，我们的觉性并不会死亡啊，你可以觉知一切。你看见失落与悲伤的痛苦，也看见自己在平常的经验中日复一日被迫去适应痛苦的发展啊。我们除了苦苦就是坏苦，除了坏苦又是苦苦啊，然后是行苦，没有别的东西。你目击日常生活中潜藏的压力与冲突，并且了解你真正关心的许多事物是多么的肤浅啊，你真正关心的事物啊，非常的肤浅。你看见痛苦、疾病、衰老与死亡的进展，你惊讶地了解到这些恐怖的事情根本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只是实相而已啊，这是事实，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透过对于负面生命的透彻研究，你逐渐熟悉苦一切存在不圆满的本质，你开始觉察人生各个层次的苦，从最明显的到最微细的苦。你了解执着与痛苦的因果关系，当你执着于任何事物时，痛苦必尾随而至啊。你了解事物的真相的时候，当你不执着的时候，痛苦就逐渐的消失啊。啊，当痛苦没有了的时候，你的决心也不会消失，颠倒的我执也消失了，哎，生命变得就是那么的自在啊，因为你可以有变化啊，那个时候你变得很自在，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一切那个境界。一旦你完全熟悉欲望的驱动力，就会对它更加敏感啊，你了解它从哪里升起，何时升起，以及它如何影响着你。你看见它反复操作，透过每一个感官管道表现出来，控制心，并让意识成为它的奴隶。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这个整个心理的运作过程，我们的意识啊是怎么样的啊，受着这些业力的支配啊，为这个业力而服务啊，他们之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啊。看清楚你的五蕴相互关系的实相，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我啊是长恒不变的，也没有一个我在控制五蕴，来主宰这个五蕴。欲望的驱动力啊，就说对这个我们这个贪嗔痴疑慢看得越来越清楚啊，对自己的执着看得越来越清楚，对这个无常苦无我啊看清楚。
在每一次欢乐的经验中，你看见就是你的觉知哈，你觉知到自己升起可爱与执着，在讨厌的经验中，你觉知到自己强力的抗拒，然而你并不防止这些现象，你只是看着他们，了解他们是人类思维素材，你寻找那个被称为我的东西，结果发现一个躯体，以及你如何将这副皮囊认同为我。进一步再找，你发现各种心理现象，例如感情、思维模式以种种意见、种种观念啊，思维模式啊，我们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啊，这是不容易更改的模式，成见、知见，而且呢，你看见你如何将他们认同为我，你看见自己多么想拥有、保护以及防卫这些可比的事物啊，也看见了那有多么疯狂啊，疯狂的想拥有、保护这个自我啊。你在各种项目之间热切的搜寻，一直在寻找自己，从物质、感受、感觉以情感等方面下手。当你盯着角落与缝隙眼巴巴的瞧，无止境地追求我时，一切都在持续转个不停。凡夫呢，他追求的是我的啊，我所拥有的东西，还没有到什么追求我了啊。这普通的凡夫呢，虽然执着有个我，但是他同时呢又是忘我的，他执着的都是主要就是我所。那我像我的这个家人呢、啊、是吧，房子、车子啊，啊这些权利啊、名利啊，全是在外面追求执着啊，欲望啊，来去追求这些东西，把我都忘掉了。世间人都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反观一下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嗯，他没有时间去追求，他也不敢去回光返照去找啊，他就只是本能的执着有一个我。那这个本能呢，他也没有认真的去观察是正确还是错误。本能的只做一个啊，就是很含混的啊，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制作哪一部分是我。凡夫这是稀里糊涂的啊。你找不到任何东西，在这个不断变化无尽经验之流的心灵集合中，你能找到的只有数不尽的客观过程。啊，客观的过程啊，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嘛，过就是经过变化的意思啊，过程，而那也是延续前面过程的因缘而来，没有固定的自我可以被发现，一切都只是过程啊，没有什么目的地啊，就成佛也没有目的地，因为最后无佛可成。你要知道一切都只是过程，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即使成了佛，圆满成佛了，这个觉性本来就有的啊，不是修出来的。成佛了啊，万事万物还在变啊，极乐世界也在变化当中啊，不是说极乐世界永远不变，不是这样的啊，极乐世界一样是刹那刹那在生灭的啊。有个人就跟我说啊，没有极乐世界，因为佛说了一切都是无常的啊，怎么会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极乐世界呢？他说的对啊，永远不变的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极乐世界是存在的啊，是有的啊，是有这么一个世界，刹那刹那生灭的，跟我们的娑婆世界一样，娑婆世界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呀，也是在生灭当中啊，这我们都感受到了是吧，我们都观察到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身心都是无常的，一切都只是过程啊，什么都是浮云，对吧？
你发现思维但是没有思维的人，你发现感情与欲望但是没有执行的人，房子本身是空的，没有人在家啊，你的整个自我观点自此彻底改变，你开始看待自己就像报纸上的相片一样啊，那没我了，你看待这个五蕴就像是空的啊，相片一样。哎，这句话很有意义啊，看待自己啊，看待这个五蕴呢、啊、就是这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幻象，还是幻象啊，它虽然不是报纸上的照片，嗯，但是它是三维立体的幻象，三维立体的幻象也是有的。你看我们那个我房间里就有一个阿弥陀佛，它是三维立体的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像啊，嗯，就像这里说，你看待自己就像看待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假象一样，你肉眼看是看到相片上有一个明确的形象，但是透过放大镜看时，它却分解成复杂的点状结构啊，把它放大的时候你就发现是点状结构了。同样的，在正念的透视下，自我的感觉，一个我或人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坚固实体，并且分解开来。你进入内观禅修的关键存在三个特征：无常、苦与无我。这个五蕴是无常的，并且它充满了痛苦啊，无时无刻不在苦当中，因为你有无明和贪爱执着嘛，你不可能没有苦啊。无明是颠倒的，贪爱的执着呢，颠倒的啊。这个执着呢，好像想把时间留住啊，让时间停住，那怎么可能呢？那你就肯定会苦啊。在概念枯竭时出现眼前，你清楚地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人间苦的本质以及无我的实相。如此鲜明地经历这些事之后，让你惊觉到可爱、执着与抗拒的虚假与无意。惊觉，这个词用得很好，惊讶的觉知到可爱、执着与抗拒的虚假与无意啊，那个时候你发现哦，恍然大悟啊、哦，原来是可爱、执着与抗拒啊，原来都没有对象啊，都是虚假的，没有意义。在这个清明与纯净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意识被转化，自我消失了，只剩下无限相关的无我现象。那是因缘所生，而且是无常的。可爱被熄灭，重担也解除了，只剩下一种轻松的流动，没有抗拒或压力的痕迹。啊，这个时候无论是死亡，还是什么痛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啊，都是一个轻松的流动啊。特别你悟到无我了，那这个时候你同时又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轻松流动的感觉，没有抗拒，没有压力的来面对你的癌症啊。所谓的癌症呢，可能就是你身体某一部分肉体呢啊，它有点变异了啊，这跟你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啊过去的一种业的一种啊自然的展现啊。因为没有我的缘故，所以你不需要恐惧，你也没有任何压力啊。如果这个身体要坏，那爱死不死是吧，要死死去吧是吧，就这样想就没事了。这里说了，只剩下无限相关的无我现象，那是因缘所生，而且是无常的。可爱被熄灭了，重担也解除了，只剩下一种轻松的流动，没有抗拒或压力的痕迹，唯有留下寂灭、涅槃和无声的觉悟。无声啊，无声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无声也无灭。所以呢，在小乘的佛教里面呢，说到这个无我呢，它还没有达到无声的境界。他认为五蕴还是在流动啊，还是在变化，他还没有达到无声的境界啊。这个无声呢，是大乘佛教的境界。
诸法实相不生不灭是吧，无生无灭，就那意思。这里提到了一点点啊，其实呢在小乘佛教里呢还没有觉悟到这么高深的境界，他是觉悟到了啊无我的境界，那也够用了是吧，无我了，你看一切都在流动。这些一切万法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现在不需要去知道啊，那你只要知道人无我就可以了，这个人我没有啊，人我是一个假名啊，就是觉悟觉知啊，我们说觉悟听得最多啊，现在肯定用觉知啊，觉知是描述这个觉悟的一个过程啊，当我们保持觉悟的时候，在觉悟当中我们觉知到的就是实相，生命中的无常苦以及无我的实相。小乘佛教的人呢，他就是先用这个不造作的心态来对治这个业啊，因为业它要涌动，它不断的要去造作啊，每个人的业习不一样啊，有些人心胸狭窄的人呢就斤斤计较那些小事啊，心胸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也是斤斤计较那些大事啊，都一样啊，小巫见大巫，大巫见小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所谓的大在佛菩萨眼里都是一地鸡毛，对吧，有些人说啊什么事业啊什么天下是吧，江湖一地鸡毛没什么。那有些那女人呢就是是吧，孩子的尿布是吧，然后孩子有没有今天什么穿哪件衣服买什么样的衣服才斤斤计较。有这个一样的有什么区别吗？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剩下的明天讲。